毛子真会玩，毛子在冰天雪地里弄加上木头的滑梯，然后在木头滑梯上面再铺上冰块，然后让小孩子在上面玩，这种公共游乐设施到了冬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拆掉，这就是毛子真会玩。毛子并不是直接上面滑的，他们在屁股底下垫上那个塑料片片。我没去过东北，不知道东北人是不是这么玩的，但是毛毛们自古以来可能都是这么玩的。你看这儿又来了一个排队的小朋友，又来拿着这个塑料滑片从冰块上滑下去，如果直接滑的话这个冰块是很脏的，不能在这上面滑。快点表演给我们看吧小宝贝们，他们在犹豫什么呢？从小就有排队意识。